就是呀、啊，超强砸地砖让男孩目瞪口呆。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你看他脚力要多强。小爱同志，另类的七星大法让人好害羞。知道要特别来上棒棒糖，所以在家就敷了面膜。今天很好玩哦，因为上次我们不是有找那个小朋友来表演那个民俗特技，有没有？结果他们超厉害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强。今天腾腾，是今天呢找更厉害的部落级的那个民俗技艺专家，不得了了。对，来给我们好好表演一下，每个亮出来都吓死你们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来，首先的第一位哦，16岁而已哦，把他请出来，名字叫做是张国伟，欢迎他。来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陈俊奇，来，麦克风。16岁。喂喂喂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主持人大家好。我叫张国伟，就读。往前再一步的感觉是，想来来个 Come Show Up for Music 走不走？没有啊，没有。讲一下这个最厉害的项目是什么？高车踢碗。高车踢碗。为什么会想学这项才艺？这项才艺哦，因为从以前嘛就看学长姐他们踢，觉得很帅，对啊，比方说。就抱很风光的感觉，超帅超帅。对，其实会一上特技真的是很可以吓人耶，来给我们先表演一段吓唬吓唬。 OK OK 好，好，来我们单车踢完，砸地天王宏伟单车踢完表演，送林峰，你看看，哎呦，哇，怎么顶碗呢？哇，平衡感要超好，对不对？小心！三个碗不可能吧？哎呦哎呦！哇！
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你看他脚力要多强。我胃都提高了，好厉害！哎，好厉害哦！对啊，这怎么办才好？你要怎么下来？我们就这样反问你吗？姐，你看这碗很重哎。哦，是铁铁块的那种。他没办法这样下来，他要用梯子呢。啊，我没有，还矮，可以用跳的，可以用跳。可以用跳，还是梯子好了，因为你腿撞门没有保险哦，嘿。好，来来来，给他掌声加呼！真的，16岁不容易耶，而且你这个单车是特制的，对不对？来，麦克风。哇！阿伟，来来来，拿了这个，你觉得你？哎，我觉得你还是不要，现在在我们镜头前面，拿了这个叫拿，像那个旅车的感觉，拿着走秀就可以了。OK， 来 ，Come Show Alpha Music，Come On Go。是我最主要的，但是我其实还会很多东西，我会饶舌，没有，这个我会杂耍也会丢的东西，然后还有一些倒立啊，来一下，学院都教这个啊？对啊，我觉得都可以去报考哎，虎牙小姐、敖犬都去报，快点来哦！我们现在好不好？来，好，好，来，请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是不是，就是怎么样的技巧可以这个？那我就挨到亲爱的车。好好好，但是我们要找两个人来跟你学了，好不好 ？OK。虎牙跟小臂。短的，短的，对啊，因为一开始一定要短的先会，短的就很难了哈，短的就很。老师先试一下啦，然后再给他洗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来，要一定要跨着，跨着，对啊，嗯，我已经有点前面的感觉，右脚前面，其实左脚可以，但是通常习惯大家都是右脚，对，我感觉得出这个运动的危险性在哪。鼓作气一蹬就起来了，哎呦，两个！你学这个要花多少时间才可以骑上去？其实真的不久，好像3天吧，练会骑要3天，但是要一直练啊，一定的都要。那很容易受伤的点，那个是不是要先警告一下？专心嘛，一样啊，专心，真的专心。好了，专心。Focus OK 吗？OK， 好，来来来，试看看，你不那个好不好？伤到小小兵为原则。加油！来。耶！哎呦我的妈！加油！怎么像敖犬唱歌需要两个人搀扶？耶耶！我要去哪？小兵来形容一下什么感觉？强。小心轻轻离开，小心，小兵来麦克风给他讲一下什么 feel。有一种那种不能控制，真不能随意的去操控这个感觉。你脸都红了，跟龙虾一样的，很紧张哦。对。虎牙，你是不是现在想说，我可不可以不要学？手好酸哦。扶他很酸，是不是？虎牙有没有信心？挑战一下了，好不好？来、我觉得虎牙应该骑得上去。虎牙应该 OK 哦。对啊。
班，加油。老师你 OK 吗？好好好好。虎牙等一下，有什么话想对这个观众说的？我会小心我的命。命根子吗？记得让我专心。好，有知道 ，focus focus。耶，哦哦，哎，他平衡了，正在寻找他的平衡。放不习惯，放不习惯，放呢？哎呦喂呀！啊，小心！你看这么短都这么难，更何况是那个这么长的哦。好、啊，现在这个僵局啊，陷入一片。啊，还有大腿，把它夹好固定。怎么样，虎牙？你觉得这个单车？我觉得我刚回到刚开始练脚踏车的感觉。很不确定，很害怕，对啊，找不到平衡感，太难了。但你还是很棒的，超棒！我们鼓舞牙齿，我们都要鼓励。我们本节目都是以鼓励为出发，从不羞辱弟弟。好，好啦，还不错啦，吼。不错不错。也好，那还有人哦，挑战我们有踢馆的两位先回去了吼。这一位不是听说很会哦，毛弟是不是？我。要怎么踢呢？你已经会了吗？还是要老师示范？好，老师来给我们示范一个。哦，戴上这小帽。这是什么啊？为什么要戴这个小帽？没有，因为防滑。哦，对，这头发戴下去是有、哦、没有？这好像那种古代书童戴的那种呢。好了，是小书童戴帽。老师先那个，老师先示范，然后呢，我们讲讲。